好，我是千鸟，欢迎收看一天一星星，来看烂技术的红毯，拟真情境训练过关法。我们今天要拿的是通关的时候还剩下50滴血啊，这是第一关，我觉得最难拿的一颗星啊，这是直播的时候过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切换到直播的声音。应该这个位置，我觉得我还蛮准啊，记得位置记得还蛮准。不过你的记忆力跟你记位置的能力有一样的，有时候记不住，实际上我都记不住人在哪。但是你为什么都可以记得起来？位置在哪里呀、啊？是自己在你的眼睛上面装十字坐标的，还是 AKZ 位置在哪里？我觉得就是有记得啊。我要不磕。我觉得这个人我都不想扫了。哎、欸，你都知道在哪哦？因为他们不会换位置啊。我不知道哪里。哎、欸，好啦，有破洞啊，要是努力打。居然不见了！等一下要来，在等门口。等一下。人就蹦出来了，不见了耶！为什么躲在后面？没有啊，我感觉在从旁边看到一个白痴在扫温迪。啊，他们跑在这了。哎呀，无人机爆掉了！嗯呀，还没再放出来。可恶，他们偷换位置。我都准备打，不科学啦，这还会中。光蛋啊！他狗不宽扛圆怪。他们的骨干没有我们。好，剩下三个了。哎呀，完了！人家被打到就死了。他们是有人上来，你要不要躲起来？来了吗？我看不到。还有一个啊，连续三发，这是不科学的。过关，烂的。为什么是站在光闪后面的三秒？我觉得你躲在这感觉没有很强，恢复画面弱。耶！蹲点战术大成功啊！这是我们基础近距离作战的第三颗星，通关时剩下50点生命值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